还想刚才的事儿呢，喝口水，压压惊。不怕，告诉我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那两个人认出了我，我才开的枪。我不是故意要杀他们，我好害怕。带我走吧，现在就走，咱们离开这个地方，走得远远的。傻丫头，害怕管用吗？我要离开这里，你轻轻带我走。慧妈，你去把慧妈救出来，我求求你去把慧妈救出来，我们一起离开这里好不好？听我说，不要那么冲动。你们不去救慧妈，我自己去救。我要和慧妈一起离开。哎，不行，如烟，你要冷静一点。勋哥，嗯，你别激动啊，有件事我想告诉你。说。我听说那几个护士被庞武枪杀了。小芳，他也在里边。下不了手，好，我成全你。一、二、三，开枪！不是下不了手。小凤，她有重大嫌疑。医院发生那么多事情，都是谁干的？她不可能不知道。嫌疑？重大嫌疑就要杀人吗？你有什么证据？我不想跟你解释那么多。你累了，你应该放松放松，出去度个假。我这么喜欢过你，可你现在在我眼睛里就是个鬼，一个杀人不眨眼。
姐，喂，是姐姐吗？喂，喂。谢谢，五爷，这段时间遇到了那么多危险的事儿，真是难为你了。我阿玛死了，慧妈至今也没有消息，说不定也死了。现在就只剩我一个人了。行了，别那么悲观，啊，别难受。阿姨，这门口躺着两具尸体，吓我一跳，怎么回事？刚才有两个警察闯进来，被那如烟打死了。不是他打死警察，这跟你抱着他有什么关系啊？不是，行啊你陆天红，这一边跟阿燕眉来眼去的，哦，你又在这边，这跟着那小姐拉拉扯扯的，挺有功夫啊。说什么呢，左良？你们又在背后说我什么坏话呢？还用不着说你坏话了，咱们俩在外边忙活，他们俩在这儿搂搂抱抱的，这不刚才让我给撞上了。哎，阿燕，你别听他胡说。臭嘴你，这下你高兴了？我那是主持正义。主持个屁，赶紧把外面的尸体收拾。乌鸦嘴。嘿，快过来看看，快！你看，天雄啊，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这是怎么了？快快快，快进来！怎么是陆副科长？还真是。要不咱们给彭队长打个电话吧，人家就不能回家看看？也是啊。请进。怎么样，休息了一会儿感觉好点了吗？我刚刚眯了一会儿，做了好多乱七八糟的梦，还梦到了你。哦，还梦到了我，说说。我们一起坐在同一条船上，一个浪打来，船歪了，我掉了下去，你拼了命的拉我，可是越拉我被浪冲得越远，我挣扎着，四周一片漆黑，我沉了下去，越沉越深，我使劲的喊天虹哥，天虹哥，可是怎么也看不见你。这老话说得好啊，梦都是反的，是你太紧张了。你说梦是反的？那我的梦应该是我们俩坐在同一条船上，海面上有刚刚升起的太阳，我们朝着太阳滑呀滑，四周风平浪静，我们滑到了一条像花一样的巷子里，周围鸟语花香，让人陶醉。这样的梦我宁愿一直做下去，永远都不醒来。